喜跟邵雨薇第一次合拍广告，玉玺第一眼看到公主是什么感觉啊？对，第一次就湿了。玉玺这样好吗？拍的时候内裤就湿了，前面我还做了很多防护措施，我在身体里面绕了那个保鲜膜，然后在底下套了好几件雨衣，把裤子跟内裤脱到膝盖一下，当下就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林玉玺来都来了，不榨干不榨干他，白不榨干他。火鸟，火鸟，火鸟，不要不要的。各位粉丝是不是吓坏了？拍谁了？以上都是续编移花接木。我们重新来过。林玉玺跟邵雨薇合拍广告，他透露第一场戏就得失身。对，第一次就湿了。不是，就是第一次拍的时候内裤就湿了。前面我还做了很多防护措施，我在身体里面绕了那个保鲜膜，然后在底下套了好几件雨衣。但是没想到就是一下来就是整个就再见了，所以拿吹风机吹我内裤，然后吹很久，然后蛮烫的，我穿着吹。火鸟。可是这种穿着吹就会从外面干到里面去，那里面可能没有全干。玉玺这样好吗？等下来问问他内裤干了没。关心完玉玺小裤裤干了没，再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。他拍完戏之后身体开始出状况，于是跑去做了健康检查。前两天开始吃泻药，拉得不要不要的。肠镜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蛮尴尬的，慢慢被推进一个房子，然后他有给我盖一个棉被啦，然后医生就给我擦一个东西，说是纯氧之类的，把裤子跟内裤脱到膝盖一下，然后要测糖这样。我当下就觉得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男生都会懂。然后我就睡着了。